继续，咱要来关心的是世界有名的小说《傲慢甲偏见》，已经予人翻过足侪无共款的语言，即马总算是有出台文的版本。翻译老师洪淑娇，伊为着要予人读起来较有台语气，所以直接对英文翻作台文，佮出版有声册配合教学。世界出名册《傲慢甲偏见》现主持也有台语文的版本咯，而且翻译这本册的台语文作家洪淑娇讲，为了确保翻译有台语气，伊是特别找原文册来翻译，并无经过华文的版本。我若为华语来翻作台语，我的头壳内一定会去华语缩白掉嘞。你若照华语伊头去先安尼翻译的方式，含伊内底原来英语的种讲法，你会感觉讲，其实含咱台语想要表达的，其实有些款。傲慢甲偏见，台语版。阿爷，你敢无听人讲，你伫火山中碎出去呀？班内先生听到太太那火家某的声，目头夹夹，回讲无听别人讲起。洪淑娇讲，伊为五年前开始翻译，主本是拍算做有声册，伫上课的时阵使用。那翻译那用，发觉学生的反应袂歹。落尾伫先生的鼓励之下，伊就一直做落去。旧年伊的先生先走，洪淑娇也是按照伊甲先生的约束，甲册全部完成。来讲，你个做了后，若无人要出版，我个甲你做一个有声册，放伫网络顶，管予大家人来看。然后因买手运也出真侪台语册，我个甲伊拜托我讲，啊无，互恁申请啦，无我大家申请拢袂过，恁申请看会过袂？啊，你看。真好运，因是申请人伊个过。二二甲二三出版社也分别伫高雄甲台北举办分享会。出版社表示，因进前出版台语版的《小王子》市场反应真好，目前出了一万本。现主持台文版的《傲慢甲偏见》引起话题，未来也会继续找出外国名册翻译做台文版。记者古美社桂林台北报道。